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医生童立倩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博山码头这边 ，Boki， 这边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旧房子，以前都是一些仓库。那听当地的人说，刚才就是有当地的人从小在这边长大的，他跟我介绍就是说，新加坡的经济就从这边开始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这边这条河新加坡河就全部都是船，因为这个大船在外面进不来，所以就是靠这些小船把货拿进来，或者是把货拿出去，这个运出去大船，然后跟全球做生意。然后对面呢，之前是那个。之前是 immigration， 就是 immigration 的中文网的国家，那现在变成一个 museum， OK。然后那边是现在是 Fullerton Hotel， 但是之前是 Post Office， OK。那现在对面这个新加坡河，从 Boki 这边看过去，全部都是一些政府的一些机构，很多官员就住在那边。那边听说就是比较高档一点，然后这边就是比较穷一些 ，OK。然后这边 Boki 就是新加坡最开始发展的地方。听说以前这条河非常非常脏，那李光耀下令一定要把它清干净。现在非常非常干净，以前这边全部都是各种小船，然后很多商人就在这边把货运进运出，运到外面的大海轮、大游轮 ，OK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就是新加坡经济最初发展的原地。这是我的房间看出去的夜景，我觉得这边很漂亮。现在在这个 Clarkey。克拉码头附近，这边河岸边很多餐厅，超棒的，很漂亮，所以我很喜欢新加坡。